咱们院里就你见过华严公主，能不能被前夫人选中，可全靠你了。选上了又怎么样？过了这一关，北院那关你过得去吗？那可是真刀山火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去。我真不知道你贴着七少主有什么好的，哪次不是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？你现在连命都不要了。 我看你就是被那些戏文里的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哪有那么多霸道少主爱上我、娇俏丫头电公主啊？这么了解，看来你也没少看那些戏文嘛，是不是羡慕啊？我才不羡慕这些镜花水月的东西呢！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，注定是要飞蛾扑火的，还不如我手里两把刷子实在。 你说的对，就当我犯傻一回。这次算你赢。留在庄书局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安心化妆不好吗？非得去遭这罪？我乐在其中啊。爱情只有喜不喜欢，没有能不能。只要本小姐喜欢，别说是阶级差异，就是次元差异，我也照闯不误。 怪丫头，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，惹人讨厌。不过，若世间多些有你这般思想的人，我们的境遇会不会又有所不同呢？你放心，那天一定会到来的，我保证。就会说大话。 你先顾好你自己的小命吧。哎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没想到胡莹，你也会关心我啦。谁关心你了？我巴不得你早点走呢。七少主能得救，庄叔局我独霸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行行行，那你就赶紧发挥你的本事，好人做到底。 怎么了？这不是化妆能解决得了的，我们得换个主意。嗯。